大家好，我又来挖宝了。因为上次挖的宝石我太喜欢了，所以这次又找了个宝石馆，一起看看能挖出什么宝石吧。天地鬼会比较好挖哦。第一个会是什么呢？是个小海螺。这个宝石埋得好深啊，挖了很久也没有把它挖出来，要多点耐心哦。终于挖出来了，紧接着挖到两颗超大宝石，感觉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呢。挖到了三颗超大宝石，剩下的留着下次再挖。看看今天的收获，虽然不是真宝石，但是真的很满足，过程也很简单。